咱就说歌曲 DJ 版到底有啥魔力，就连情歌王子张信哲都难逃过火的回音。我要广场舞版的。可以说现在是万物皆可 DJ， 甚至有时一些歌曲的 DJ 版人气比原曲还要高。就拿前两天网上卡塔尔决赛播放歌曲的选票来说，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心墙的 DJ 版。原曲不用 DJ 版却要 VIP， 把你的心给我，把你的爱给我，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，有更多的把握。但是我们也知道 DJ 它本是一种职业名称，网上的这些音乐形式其实是 remix 混音版本，而这种音乐因节奏感更强，从而深受一些网友的喜爱。站在光里的才算你手，难怪网友讲话了，白素贞听完都得从雷峰塔连夜逃走了。不过对于这种混音，有人喜欢也有人反感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嘛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